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我们今天准备把船抬下去，准备放笼放网了啊。开始出海了，走啦，我们去抬船了。现在铺那个地毯啊，把这个船呢、要把它抬下来，有铺的，不然那个船就会刮花，刮坏掉。这个船有200-300斤啊，四哥一个人抬，可以把它抬下去啊。那几个人？看能不能把它抬到海里面去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，那啊。不能偏了，不能偏了。啊。行不行？啊啊。哇，真的好重啊！看着呢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啊。肩膀好一点，但是你不是骑肩吗？我骑的肩呢。好，把它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好，好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好。一，他说拉手就是。嗯。一二三，好，你下去。那个样子就不好了。一来，来，再来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船已经抬到海里面去了，我们现在准备上岸，把那个笼搬到海边来。等一下要去放笼了，放笼后天就可以收网了，就开始有海鲜吃了。走吧，我们那里有500多条龙啊，我们要全部把它搬到海边去。带动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放笼了。现在开始放笼了。我们现在把那个笼啊，全部都放在那个礁石旁边，因为那个螃蟹都是在那个礁石啊、石头缝里面，礁石旁边的螃蟹会比较多。放完了，我们的笼放完了，那我们后天开始收笼了啊！希望我们能有大收获，像鱼妈说的，后天就有大货了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